他一撞，老师我昏倒了，好，不好，啊，这样，慢慢慢慢习惯了以后哈，开始大力了，这叫做增生。好，功夫之前的时候，基本的动作。那平常你没事在撞墙，那撞的时候不要给人家看到，因为你给他看到，人家会打电话给警察局或精神病院说我们家旁边邻居这个每天没事在撞墙，这个人有神经病，好，不好，你看他们不懂嘛。好，我们全身上下穴道最少的就是心经，啊，就是心经。那喜，心主喜，我们产生喜悦，就是心脏在管。任何东西不能太过，过喜笑了人仰马翻，笑了一直笑个不停，笑出问题来了。好，那中医说呢，控人肾喜，啊，控人肾喜。那孔是水在管，是肾脏在管。以我们的木火土金水，那心是火，水呢能够来制火，水就是肾脏，啊，肾脏管的主管的情志就是恐惧的恐。那如果一个人过喜的时候，用恐来治他，啊，用恐来治他。那过去呢有个范进，那范进中举了，一中举了以后太开心了，一下人就太开心了，过喜嘛，就发疯了。发疯了以后大家都没有办法，怎么办，就想办法找了范进这一辈子最怕的一个女人。来，这个范进大叫一声，范进一看到他一下醒过来了，恐人甚喜。好，这个哪天我太喜太过的时候，你把我太太找来啊，啊，家暴我马上就醒过来了，啊，不会，他人很好，不会哈，啊，就是，但是总是要尊重嘛，好，啊，尊重，嗯，那心经呢，只有九个穴道，啊，诸位看呢，第一个穴道叫做极泉，那。关于心脏更细的解说，我们在《黄帝内经》里面会讲得很详细。好，哦，在这里呢，我们不就这个再怎么讲也没有《黄帝内经》那么详细。好，哦，反正我们要上《黄帝内经》嘛。好，哦，到呢，好，哦，卷八二十八页第一个穴道叫极泉，极泉就是这个腋下的地方。好，哦，正上方就是我们的肩俞。好，下面就是极泉。好，极泉。那平常我们极泉不会下针的，也不会去灸。好，就永远不会看到一个人手抬在里面，在里面针扎上去或者在烧，这不对。我们知道那个穴道叫极泉就好了。那如果说这个人乳房有硬块，哎，这边又有硬块，是不是心经？你了解为啥？所以你要知道极泉，但是不一定要是用极泉。好，好，哦，对啊，老师，他的硬块已经蔓延到心经 ，OK， 他的硬块在脾经上面。好，在这个周荣，好，在这附近，好，那个极泉也有啊，那你心经和脾经都要下针，知道吧？好，帮助我们诊断用。那第二个穴道呢，就是清灵，清灵在手肘上三寸。所谓手肘上三寸的定义，我们手弯起来，外侧这边弯起来，这是曲池。内侧这边弯起来呢叫做少海。好，少海。那从少海上这个三寸就是我们的清灵穴。好，清灵穴。一般很少用，但是你要知道这条经过这地方叫做清灵，知道这个是心经的经过，从这边直接到极泉去。好，那这个是少海穴。那清灵呢，你要知道少海的话，你根本不需要用到清灵。好，少海是
很大的穴道了。少海呢，就是这个很牵连，你们都会的嘛，阴经锦荣锦荣于金河，这河穴嘛，对不对？那心经是不是阴经？阴经是不是木火土金水河水河穴？而且血性是水，这么马上就出来了啊！你不用拘谨，你看它对不对？一定对的。好，那这个少海穴呢，跟我们的井穴，心经的井穴，我们还没介绍，但是你们可以知道，井穴是不是属于木？因为心经是阴经嘛，阴经它是木火土金水，九号那是木，那心脏是不是火？对不对？那木是不是生火？对不对？所以说心经的井穴刚刚好就是井穴，正好就是心经的什么母穴。好，那我们补井当补河。是不是？如果井穴刚好遇到井穴是它的子穴的时候，我们就要泄井当泄荣，就要找它的荣穴来取代它。你怎么可以就在这个井穴上给它做补泄？这是整人嘛？哦，过来，砸到手上痛了，哇哇叫，有心脏病好了，最好啊，好，那就是也是整，这个很痛啊，对不对？哦，这个你对，如果说受到不平的待遇的时候，你忘掉少海，你在一样在这个。井穴少松上面可以做补泻，好做。那茶树也是对的，好。那啊，哦，没办法找你麻烦啊。那，哦，古书说的嘛，哈，哦，我们叫补井当补河，哦，泻井呢，啊，哦，当泻荣穴。所以这里呢，正好遇到心经的井穴，因为阴经的起。井穴就是木，穴性是木，那心经是火，所以木生火，井穴就变成它的母穴。那我们刚好是这个母穴是井穴，所以遇到井穴是母穴的时候，我们就补它的合穴。因此，少海穴就是心经的什么母穴。那母穴的时候，我们心虚，心脏的虚症，我们就取它的母穴。好，我们有。心气太过也不能睡觉，心气不足，好，心虚症也不能睡觉。虚和实，简单的定义就是我跟诸位一直在讲的，心脏呢，管其华在面，啊，其华在面。就脸上的气色，好，哦，你看哈，哦，两个，我虽然画的不好，但是你至少知道是个人的脸嘛，哈，哦，这两颊这边就是管心脏的气色，其华在面。当它通红的时候，红色的时候，壮热，这是心实，实症，壮热。红，病人感觉到一直是热的，同时是红色的，赤红色、鲜红色的。因为心脏本身从脾脏收到了营养是红色，有实症在心脏，实症有东西堵到了，有实症在心脏的时候，心脏本身不接收这个红色来自脾脏，来自。这个时候呢，这个红色的营养就会反逆到脸上去，到脸上去后就变是红色的，那这是实症。反过来就是虚症，那脸色很苍暗，好，哦，很苍暗，没有血色，啊，就是虚症。那好，哦，这个苍白就是虚症，心虚。那心脏的虚症呢，我们就可以取它的合穴少海穴下针，好，少海穴。那这个少海穴的穴性呢，本身是我刚刚讲过是水，那我们由于是井穴的关系，所以我们用合穴来取代它。看我的左手，好，手阳明大肠经的经络是这样下来，所以我们在做补的时候，是不是旋转，往这边旋转，慢慢回来，因为这一侧嘛。
那这次刚好反的，对不对？往这边慢慢慢慢回来，往这边反的。好，心经也是一样，心经下进去以后，气血是不是这样走的？好，那你就是这样子转，看到没有？这样子转，好，慢慢慢慢慢回来，这就是补。啊，那你做完补了以后，补的数目都是三次，三六，这个三三五七九单数来补。好，那你做五七九，你要例如这个心脏比较虚，你可以做九补，九次做完以后呢，稍微提一点点，好，差提点，提一点点就是补。好，那效果有没有？那你看他回家睡觉好不好睡，然后过两天你看他气色，就你看越来越苍白，就不错了。好，那这个原来是实证，我们要下止血，你也下了止血，就越下脸上越红，就方向错了啊。所以我们马上可以查出来啊，马上可以知道。那第二个穴道呢？啊，灵道，阴溪通灵道神门呢，我们一起讲，好，比较好找穴。我们拿一个手的，好，大拇指，好，好，这个手掌，好，这个手掌在这边，啊，那这个是脉的地方，啊，这是脉，这是肺，肺经的地方，手掌下面呢这个地方。就筋，有个很粗的筋在这个地方，好，筋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筋的内侧和手掌横纹交接的地方，这个穴道呢，我们就称之为神门。神门在上半寸。就是我们的灵道，好，这是灵道穴。那灵道穴再上半寸，就是我们的通理，好，通理穴。啊，通理穴再上半寸，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好，这个阴溪。阴溪穴，那这四个穴位呢，连在一起，各差半寸的距离，半寸是同身寸，只能拿起来同身寸，好，半寸的距离，很接近。那这个灵道呢？啊，抱歉，我写错了，阴溪通理，哎，不对啊，阴溪通理没错。对，灵道，我写错了，灵道通理阴溪，对，抱歉，更正一下，阴溪的灵道，好，灵道通理阴溪神门。那我们现在讲这个灵道呢是心经的精穴。阴经的经穴呢，就是经，啊，经。那通理呢，就是它的络穴，心经的络穴，啊，络穴。那阴溪呢，顾名思义就是它的什么溪穴。神门呢，好，是心经的止穴。在手呢，第二指和对倒数第二指哈，对第四指和第五指的中间交接的地方，你像握拳的时候，这两个指头到的地方，好，握拳以后哈，这两个指头到的地方，这个点就叫做少府穴，好，那你如果握拳到这个地方，这是劳宫穴，这是少府穴。所以少府呢，
我们取穴的方法在这边，实际上就是在第四指掌骨跟第五指掌骨的中间这个地方，好，这是少腹，然后再到小指的指尖，好，小指的内侧，我们把它翻过来，这手都翻过来，这个五个指头，中指，好，反过来，在这个指甲，在小指的内侧这边就是心经的最后一个穴道，我们称之为少冲，啊，少冲穴，好，这是反的号，反过来的。那少冲穴呢，就是我们的井穴；少府穴呢，就是我们的荣穴。好，那神门穴呢，就是我们的鱼穴，井荣鱼经穴。好，这个明道是我们的经穴，直到我们的少海穴，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合穴，井荣输精合，这几个穴道下身的方向，单取的时候，这三个都是直针。少府穴，这个神门穴不是这样子。神门穴我们下身的时候，从神门这边进去，对着少府下针，所以对着手掌的方向下进去。啊，如果是这一手，现在我画的是这一手嘛，哈，就少府那个神门下针，对着手掌少府的方向，沿着心经的方向下针。好，那你也可以从这边呢，从灵道一路通理阴溪到神门，这样子刺法。那因为你顺的是心经来刺，那心主失眠睡觉，所以对失眠的帮助会很大，好，一定会有效果的，好，一定会有效果。那神门这个穴道呢，是我们治疗失眠，好，经悸，好，心脏动悸、经悸、失眠用的很多，好，失眠这些地方我们用的非常多，都在神门上面下针，好，心脏方面的、情志方面的，好，心情不稳的，然后容易这个动辄生气的，好，还有心神不守的，常常见鬼发笑的，好，那我们都可以下神门，神门就是让好让他神定下来。那神门呢，由于是它的子穴，所以心脏发生的实症，我们都可以在神门上下针。那比如说看到这个病人两脸非常的潮热，摸他的脉非常壮热，病人愈发我都是热，好，心脏的实症我们就可以在这边下针。所谓实和虚，真正我们在临床上看的时候很好玩。好，病人的心，你看到心脏，比如说我们手正常人这样蹦蹦，那有一定的力量，有一定的温度，对不对？那你如果加强加速，是不是很热？过热，这是心实。那心虚呢？没有力量，产生的热当然比较小，而心脏还是在跳啊。好，它是，所以同样的速度太快太强了，就是热实症；太弱就是虚症。好，简单讲就是这样。好，那在卷八第29页第一行写得很好。啊，心脏呢，其脏坚固，而不能溶邪，好，溶邪则死，不能得到病就会死，好，所以一般的病呢，都生在心包，包络着心主之脉，都在心包、心脏的周围，心脏本身根本就不受病，好，也不能受病，一旦受病就是死，这是这个《黄内经》的定律。所以说我们生下来心脏应该没有问题的。在我这里我常常讲的，你可以听到人家死在脑瘤、乳癌啊、肝癌啊、肺癌啊，就没有听过心脏癌嘛，齁。你有没有听过心脏癌的？没有听过。人们只听过人家心脏病，什么动脉血管阻塞，什么半好好心律不整啊，很多心脏病，可是你就没有听过人家这个人得到心脏癌。好，心脏本身不受病的。好，那过去很那个药厂很多呢，这些西药厂，你看我们去研究鲨鱼，你看鲨鱼没有癌症，然后研究深海鱼啊，深海鱼油什么样子？你看现在又吃出问题来了，你们以后注意看，
那个鱼躲在深海里面，就是你人又不住在深海里面，你去吃它干嘛？跟你不搭嘎。可是它用了啊、哦，这个鲨鱼，你看它没有癌症，我们就提炼鲨鱼啊，从里面提炼东西，因为它们没有癌症。那你又不是鲨鱼，又不是活在水里面，你跟它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去找它呢？对，它好好这边海里面游得很爽，你把它抓回来啊、哦，把它干掉，然后给我吃，也不需要。那我们人的简单就是说，人身上的内脏里面就是心脏不受癌症。哦、所以我们应该强心为主，对不对、哦、这是个 common sense 嘛、哦、可是呢你这样讲出来药厂就不能赚钱了，他们当然会反驳我、哦、当然我也有个方法处理他们的，现在暂时不公布。好，那再来呢是少府穴。少府穴呢这个穴道，这是心经的本穴，因为井穴是木嘛，对不对？它的荣穴是不是火？心经是不是火经？它又是属火，属性相同的，当与这个穴道和该经的是相同属性的，我们就称之为本穴。那少府穴呢，是心脏病的急救大穴。好，那心脏跳停的时候，停下来的时候，你像关元，老师，我现在学到了关元，这个巨缺。少府、哦、少府针下去很痛啊，你少府针下去它都没有动就差不多了，你看那个痛不痛，对吧？你没事砸到少府看看。好、哦、还涌泉知道这种，好，公孙，你看老师我写了很多，对，都可以治疗心脏病，而且可以用在急救上面。那少府呢又名手解穴。好、哦、不是那个我去手解一下啊、哦、那个我们这个手解是在过去讲的彼得斯文就是上大号嘛啊。哦这个手的解穴，我们脚的解穴上次介绍过了，在膝盖外侧趾骨那个趾脚骨那边上一寸的地方是不是足解穴？那上半身的解穴手有个少府穴解穴，好，那上半身的出血你可以掐少府，好，好，那过去现在很少人点穴名家了嘛，那被穴道被打到了，比如说这个被我打到了。这个人家把我丢在墙壁上，那还怪他，对不对？那我撞了墙回来，打他的大包，就大包被打了，他躺下去了。那你下少府就把他解回来了。好，可以这么做。好，来，我们里面呢，像什么阴痛阴阳啊？为什么老师这个少府为什么会治疗到阴痛阴阳？因为少心经跟小肠是否表里？好，所以下焦的少腹的病都可以管到，好，都可以管到。那后面我们会介绍一个。就是本穴治疗，每一经都有当经的本穴，我们利用本穴的属性，好、哦、来调整它的木火土金水，让它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它就正常了。好、哦，哎，生病态出现的时候，就是木克火啊，不木克土哈、哦。你看，我解给你看哈、哦。我们为什么要了解本穴的属性啊？知道是火，因为我们会用到，啊、哦。写这个木和土金水，大家都知道，可是就没有注意到这样子循环的时候，我们是所谓相生。相生的定义就是什么？就是正常啊、哦，正常的人呢就是相生啊、哦，所以你一定要了解正常。那不正常呢，就是相克啊、哦，克相克的话就变成木克土，土又去克水，好、哦，肝脏有病了。结果把脾胃顶到了，一顶到脾胃的话，胃口就没有了。那脾胃是脾管水啊，脾是统水的啊，对不对？那脾上有问题的胃口没了，就克到水，那水灾就开始泛滥了、啊，肾脏开始衰弱了，衰弱以后这个水乱跑了，把心脏的火浇熄了。啊、哦，那心脏火要浇熄了，肺脏没有心脏来支援，就死亡证明是不是心肺衰竭？好、哦，这就是克的现象。对不对？克的些，哎，很多人得到肺的问题啊，肺经的问题，然后克到木，哎，结果移转了肝癌，本来肺癌移转到肝癌去了，啊、哦，就是相克就是病态。那我们在治症上面，我们不管他的病，我们一开始遇到知道肝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先去抢土，结果去抢土还来不及，他病人来的时候老师拿那么凑巧，他刚好就肝发病就你就来，他万一克到土了来怎么办？对不对？常常有的、啊，那你去抢水嘛。好，一节节节败退，有没有？我每次都是败退的最后一个，就是该我了。
这个病人哈，从做完开刀化疗什么的都做完，西医说没救了，你回家，回家就跑到我这边来。我一看，只剩一条线，塞他心脏，只剩最后一口气跑来找我。你说我怎么办？所以我就是从最后一口气开始打，往前打，很累啊。那你刚开始问不着我，对吧？那你活该喝苦药，对吧？那怪我啊，你喝，对吧？那怎么办？你要不要活了？好，那对不对？那下针。下针下颈穴，我给他补，对啊，可能还给你做哨，还能继续要给你教训一下，对不对？那颈穴效果很好，因为速度很快，这个都是痛嘛，效果很好啊。那怎么办？怕他失缺啊，昏倒了，对不对？现在昏倒我们下死穴，现在下就不会昏倒了，所以我们常常会用的急救上面用的很多，每次到我都是最后一口气，很少说刚来一开始就是这样子的，很少。好，所以你千万不要得了肝病，得了胃口没了，跑来找我，已经刻到图了嘛？好，我赶快，我一开始就是撞水，好，就病情到此为止，不再病不会再前进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解决它。所以中医治症是先开始先防堵，哎，到此为止，得胜，然后我们再开始继续把病去掉。好，我们说想尽办法，无所不用其极，让它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好，正常了。好。少冲穴呢，好，手少阴心经心脉所出呢，它是井穴，它属木，所以在书上面写心虚补之，有没有？这个心虚补之，对不对？心脏它是木生火嘛。那这个少冲穴呢，我们就在少海穴上面做补穴，不在这里做补穴，这里做擦提做连转是吧？哈，这个很辛苦。好，那这个心经呢，只有九个穴道，好，这是阴火。那小肠经呢是阳火，好，那心跟小肠是表里，所以同样的心经小肠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心经上面治；同样的心经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在小肠经上面治疗。好，这是相对的。好，好，下面看卷八29页哈。小肠经，内经上面说小肠是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小肠是次肠哈，位置下口什么样子？好。走太阳小肠经，它留住的时间呢是下午1点到3点啊。有的人来找我们看病说奇怪了，每天吃完中餐以后就很累，想睡个觉，然后一直昏昏沉沉到3点钟以后，哎，精神起来了，小肠就有问题了啊。那这个小肠有问题，不见得是稍微虚弱一点。这时辰啊，在生病发病的时候，按照针灸甲乙经呢，就是我们要针小肠经的腧穴，按照我师父传给我们的针容穴啊，都可以啊，都可以。所以如果你的小朋友老师来告诉你，哎，你家小孩子每天在学校练书到下午的时候1点到3点就在打瞌睡睡回来，好，很好，针下进去啊，下他的容穴还是腧穴。